咁啊，咁啊，我哋啱啱咧就系由呢一个嘅铜锣湾行到嚟呢一度嘅。由 SOGO 行到呢度马斯道啦，即系富德楼嘅隔篱。咁啊，啱啱咧就系有人咧就系拎住咧呢一个嘅扩音器咧，就系讲咧即系大声公啦，就系话要支援西环同埋人多安全。咁啊，呼吁咧大家咧就系去西环去支援嘅。咁啊，其后咧就系一大批嘅示威者咧就系过紧去呢一个西环。咁啊，我哋咧亦都系依家咧就会。就会咧有跟住佢嚟噶啦，咁啊睇下之后会点。依家咧就系见到呢度咧就系可能就有个物资链系啦，咁啊喺呢个电车路上边，咁我哋依家又继续向西环嘅方向前进，但系就未知道要行几耐。因为铜锣湾呢一度咧离西环都系有一段嘅距离。不过我哋都会跟埋佢哋行过去噶啦，四个地铁站，啊好啊，咁啊呢一度系铜锣湾咯，咁啊应该就到湾仔噶啦，咁呢度系见到有物，应该系做紧一个物资链。我哋继续就行过去，咁啊，隔篱呢一度咧就系物资链啦，应该。我哋就沿路啊，一直会行到去西环噶啦。应该咧，铜锣湾嗰边咧就系有部分嘅示威者咧，就系去咗呢一个嘅西环方向前进。咁啊，头先系拎住咧扩音器啊，大声公啊，就系高呼咧人多安全，支援西环。咁啊，现场嘅电车路咧，亦都系见到有物资链，咁应该系会喺度传递一啲嘅物资。咁呢条物资链都几长啦。地下咧就係有啲，可能係搭棚用嘅竹。咁樣呢一度係有一條防線嘅。可能有部分的示威者就未必
就是會直接就去西環嘅。我哋咧就可能咧就係、是、會向前進一段路之後咧就留低，因為咧我哋係已經係有同事咧就喺西環嗰邊噶啦，咁我哋就唔想咧就係、是、錯失啊任何一個地方嘅資訊。唔得。咁啊，呢一度嘅亦都是一個可以說是沒什麼警力的位置，示威者應該是會繼續向西環的方面前進，但仍然有某部分就是留守在銅鑼灣至灣仔一個地帶，就是做一個物資鏈，還有就是製造一個防線，就是以一些就地取材的鐵欄和一些索帶做一些路障，這些路障就是三角咁樣嘅製成嘅。咁啊，應該係每個路口。咁啊，暫時應該係會有更多嘅示威者就會向西環嘅方向咧，就係前進。咁啊，基本上應該係會將咧一個個嘅路障啊。再打一次。防线，防线两边前面唔使啊！喺防线呢边，水队前面翻嚟啊！唔使啊，翻嚟啊！翻嚟啊！防线呢边。咁啊，啱啱就话咧，就系未必啊，需要去到咁前嘅，但系我哋就继续睇下个情况系如何。我哋去到可能去到修頓球場個方面就會去翻後面咧再睇下。
見到一大堆的人士啊，依家就應該仍然係行緊去西環的方向。啊，咁依家就喺修頓球場啦。但是咧，離呢一個西營盤站啊，仍然咧都係有相當一段的距離。呢一度係修頓球場。剛才的示威者是由銅鑼灣出發，沿途就有嗌咧呢一個嘅口號，就是話人多安全，支援西環嘅。咁之後的示威者就是有一部分就是咁樣行住啦，就是向西環方向前進。我哋咧可能再行多次少少咧，去到金鐘嘅位置，因為應該係有其他嘅同事咧就喺西環嗰邊，咁我哋就唔想咧，就係、是、可能係會銅鑼灣仍然咧就係、是、有示威者喺嗰度，咁啊會報告翻最新嘅情況俾大家嘅。我哋應該就係佢哋就係去呢一個嘅西環嘅方向咧，就係支援嘅。咁啊，如果咧係啦，咁啊再有最新嘅消息咧，就再同大家就再報道啦。咁啊，暫時咧就係呢一度咧就係多數都係示威者就向住西環嘅方向前進。咁啊，但係呢度咧就金鐘都未到嘅，咁啊離呢一個嘅西環就。仲有一段距離，咁我睇嚟大家都要行多一陣先會到噶啦，係啊，因為呢度係教會嚟，傳道衛理。好，咁啊呢度就暫時係咁多先，咁啊一陣再有最新消息就再同大家報道。好。